just wanna cheer you up. I don't wanna see you pout, no. I want you to have. 到现在目前有100万粉丝，影片最多播放的有1000万。처음에리리한테 DM을 했을 때 아마 답장이 없었던 걸로 기억그래서주소문끝에친구를통해서연락하고실물이훨씬더괜찮은느낌을받아서그때리리도무조건계약해야되겠구나리리的拍短影片的平台是在一个比较国际一点的平台所以其实上面有很多外国的粉丝所以其实这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JenBlue 好舒服啊好久没有出来，会不会这里？哦，那不然我们在这边拍吧，在这边拍拍 TikTok 吗？对。哦。我们今天来汉江是来拍影片，拍短影片，对，非常好玩。哦，因为我们就是从台北来嘛，然后我们拍这些前辈们，就是2000年前前辈们的影片，会不会就是韩国粉丝们也会比较喜欢？哦，应该会，应该会。我觉得会哦。那就好。会勾起他们的那个，嗯，啦啦啦啦啦 ，I love you。哦，这一段啦，怎么跳啊？我觉得 Lily 她是一个对于经营一些网络的一些平台上的东西是一个很用心的人。其实她不管是在拍照啊，或是在拍短影片什么的，她都会很用心的去把它拍到最好。现在可能她一部15秒的影片，她其实可以拍好几个小时，我就觉得。这件事他真的是很有毅力的一个人。希望拍完的成品是可以得到粉丝们的，就是希望粉丝们会喜欢。Friday。